国际巨星 Miss Green 来台，我绝不为任何人融化。马上 SNG 连线。是的，主播，我们现在就来突袭访问。啊！漏电啦！还不进广告 ？M&M 巧克力不改巧克力本色，限量薄荷脆心，性感上市哦。国家紧急警报被驳回，来自联邦政府，截至目前，这个国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。我们的武装部队不尊重我们的法律，并去了 Planalto 宫。据信，他们想推翻县政府，建立君主制。所以我们强迫我们的人口，待在家里，根本不出门。如果您已经外出，请立即避难。如果您正在开车，请停下您的车辆并服从军方的命令。该消息正在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播出，收音机在全国范围内，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调到任何可用的频道或电台，以及等待更多信息。我们的最新公告告知，保皇派刚刚抵达普拉纳尔托宫，共和国总统雅伊尔·博索纳罗和第一夫人米歇尔·博索纳罗失踪，该国仍处于危险之中。我们重复一遍，没有离开他们的家。如果您离家在外，请立即避难并遵守保皇党。如果你开车，不要为了更多警告而关掉电视。据报道，共和国总统雅伊尔·博尔索纳罗和第一夫人米歇尔·博尔索纳罗被君主主义者暗杀。幸运的是，传输没有受到影响。巴西共和国永远不会被打败。此传输可能最后一次结束巴西国歌的演奏。愿上帝保护这个国家。亲爱的祖国巴西。一个新的帝国已经崛起，从灰烬中，我们将回馈这个国家自由、独立和力量。那些不听从我们命令的人将在我们手中受苦，我们将把他们折磨致死，为了巴西的自由、独立或死亡。